到了周五，对不对？哎，我是不是说出了你的心声？如果这个时候从天而降一个措施，说，哎，周五下午还放半天假，再加上周六周日一共是两天半的假，你是期待呢，还是期待呢，还是期待呢？河北省政府啊，日前就出了这项这个措施，就说是在有条件的地区啊，可以实行这个两天半小长假的这个措施。哎，这个消息一出来，网上立马就火爆了，甚至啊是上到了这个微博的热搜榜了。我就在思考啊，你说像什么学校啊、医院啊、什么公安局啊等等，这个措施也可以使用吗？啊、嗯，但是呢，我当然心里很明白的是，对于我们来说啊，地球不爆炸，我们不放假；地球不重启，我们不休息。所以呢，对于两天半的这个小长假，各位你怎么看呢？今天晚上六点钟啊，更多的精彩，你一定要锁定我们凤凰之中文台，或者呢，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凤凰秀 APP。今天晚上全媒体大开讲，我们有话一起讲。